还没说你，你说我还救了你一命呢。我说你赶紧跑，赶紧跑，你跑了以后，然后你就来撕我。谁救谁了？我救你了。你让我赶紧跑，我跑到的那个地方就是被别人擒拿住的地。那跟我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不是让？如果你没有跑的话，我跟哲瀚还有一个人，我们现在能把你摁住。如果你不让我跑的话，我就不会被别人擒。那我没有，我要没有让你跑的话，你当时那瓶子就已经没有了。你呀、啊，还真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你呀、啊，我们后期那个，我们剪一下我们俩的那个线路。哎，我从头到尾没有背叛过你，对不对？你得了，你是没有明面上背叛过我。我怎么暗地背叛？你说，我联络谁跟你？要是能让我知道，那就不叫暗地里。你自己去看，等节目播出的时候，你自己去看。我说过你一句坏话的，张一山，我不姓杨。我告诉你，我操！你不是在跟我怎么样？我怎么？你在恶心我？我不干了。